我原本是不打算录一个视频的，但是我刚才开箱这个瞬间啊，我就打算录一条视频。这个是我收到一个老铁的鞋子啊，他让我今天改造一下，往上面画一幅画。然后当我拿出这个鞋子的时候啊，这个味道确实有点太冲了啊，有点辣眼睛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多年老藏的鞋子，然后咱们今天啊就给它进行改造。它里面还留两小纸条，这个纸条是这样写的啊，那个宇哥你好，我想在鞋子里种多肉，希望你能在这双鞋子上换一个路飞和鸣人好吗？谢谢。本人有点懒啊，不要介意，200。我会让更多人关注你，然后是支持你的这个铁粉，然后咱们今天啊就对他这个鞋子进行改造一下。鞋子属实有点太感动了，然后辣眼睛，然后这个小路飞，然后咱们一会儿换另一只鞋子。然后非常感谢这个铁子支持啊，然后属实给力，然后咱们给他打包一下，给他发走，然后我也给他留个信啊，留个纸条。感谢铁子支持，我被深深感动了11次。